由于肉质鲜嫩，营养价值高，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吃。鲈鱼的内脏少，比较好清理，把鲈鱼清洗干净，剪掉鱼鳍和鱼尾，从鱼尾处片开两边的鱼肉，鱼头部切下，下来的鱼骨我们剁成段，鱼头切开，放入碗里，用手压紧鱼肉，片掉鱼翅，剪成小段，和鱼骨放在一起，加入清水，洗净上面的血清，控干。鱼肉斜片片下鱼片，片好后放入碗中，加适量的清水，洗净，洗干。把鱼片腌制一下，瓶中加少许食盐以提味，少许的胡椒粉去腥抓匀，一个蛋清抓匀，就加入肉片，西红柿打石滑刀，用开水浸泡两分钟去皮。你浸泡的西红柿就很容易去皮。把西红柿切块，装盘备用。葱切成小段，香菜切段，姜切片，装入盘中备用。冰箱里把鱼骨煎一下，煎出一面微黄。翻过来煎另一面，好重新再放入加入葱姜西红柿段，炒制西红柿，加入开水，还有食盐、胡椒粉、生抽、白醋，烹制三分钟后，捞出鱼骨，放入汤瓶中，汤再次沸腾后，加入腌好的鱼片。慢慢的推动，中小火，1分钟两出，放入汤，最后把剩下的汤汁盛入碗中，撒上我们现切的香菜，鱼骨西红柿拼在一块，鱼肉鲜香嫩滑，汤汁酸甜开胃。